行政長官。財政預算案還錢。行政長官質詢時間，有意發問的議員請按下要求發言的按鈕。梁繼昌議員。主席，行政長官，行政長官，你去年8月23日呢就去了內地訪問，去了包括一些參觀了高科技公司，去了杭州見了阿里巴巴的馬雲。咁翻咗嚟之後咧，唔夠幾個月，香港交易所咧推出咗呢個諮詢文件咧，就想喺今個月尾就推出一啲同股不同權同埋生物科技公司上市嘅新嘅一啲嘅措施。嗱，呢一個嘅諮詢咧日期咧，只不過短短30日。而上一次同類型嘅諮詢文件出籠嘅時候咧，其實好多嘅市場人士，包括我哋嘅監管機構咧，都對呢一啲嘅同股不同權同埋生物科技公司上市係有一啲嘅保留嘅。咁我想，雖然知道大家都知道我哋周邊係做緊嘅市場係做緊呢一啲嘅上市嘅改革，但係問題就係喺冇保障投資者情況底下去做一個咁嘅上市改革，你覺得會唔會係太草率咧？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多謝梁議員的提問。保障投資者呢是我們做任何金融改革的大前提。我留意到梁議員呢就將交易所今次就著同股不同權的工作呢就跟我訪問一間的創科公司呢就是掛上勾。其實呢就這個不是因為我去訪問，而是因為呢香港已經喪失了很多的時間。各國嘅而家都係爭取緊呢啲嘅新經濟同埋新科技嘅公司咧，能夠利用佢哋嘅金融市場咧嚟到上市集資。咁所以喺上屆嘅政府喺呢一方面咧，儘管有啲討論，但係都無疾而終。咁所以喺本屆政府成立之初咧，我就請咗財政司司長咧領導一個金融領導委員會。在早階段咧，就讓負責監管的證監會啦，同埋負責市場發展的交易所，以至到其他嘅金融嘅領導坐埋一齊，大家就俾咗原則上嘅方向咁嚟做嚇。咁咧呢樣嘢係自從特區政府又好交易所又好展示咗呢個嘅方向同埋決心咧，我留意到都係受到市場同埋新科技公司嘅歡迎嘅。至於你話諮詢嘅時間長短咧，其實就係講緊幾年內不斷咁去傾呢個議題，咁所以我覺得咧，而家呢個工作咧係合適嘅。如果我哋再議而不決，恐怕又再次喪失咗一個好寶貴嘅機會嚇。多謝主席。主席，我想問一問，究竟有啲乜嘢嘅特別嘅保障投資者嘅措施會喺隨住呢一個上市改革會做咧？比如日落條款等等啊。鄭永信議員。主席，行政長官，香港咧就出名就樓價高，但係租金咧亦都係好高嘅。差餉物業估價處咧制定嘅租金指數咧，過去10年咧係升超過1倍。但係據我了解咧，市區嘅劏房嘅租金咧一定係唔止呢個數嘅。而家喺深水埗咧，閒閒地個劏房都6000-7000蚊，住户咧就越住越貴，亦都越住越細。我見過好多咧一家四口咧都仍然咧係住喺一張碌架床上邊，咁啊等緊公屋等咗4-5年啦。嗱，我哋民建聯咧一直倡議咧政府咧係為輪候公屋超過3年嘅合資格嘅申請户咧，係俾一個租金津貼嘅。咁我希望我明白咧，政府咧係有心提供更加多嘅公營房屋，但係咧遠水就不能夠近火。我哋都提出租金扣税，幾時先可以推行呢？其實咧，劏房户咧就交税唔多，其實租金津貼咧就最實際。主席，我想問行政長官咧，政府會唔會特別針對90,000多户嘅劏房户多做一啲功夫，減輕佢哋喺生活上邊開支嘅負擔，或者改善佢哋嘅生活環境？多謝主席。行政長官。多謝鄭議員的首次在立法會的提問。喂，你講嘢講得太快，
我年紀比你大好多，所以唔係好聽得準確，即係而且你離得太遠啊！我咁樣回應啦嚇，香港嘅樓價高企同埋租金嘅飆升咧，實在係困擾住香港嘅市民。亦都係我目前認為喺呢屆政府裏邊面對最大嘅挑戰。所以特區政府咧係會想盡辦法咧嚟到去解決長中短期嘅房屋嘅問題嚇。當然長期同埋短期咧就係土地供應咁所以點解我都咁上心咁咧喺上個禮拜六一次扶貧委員會都要清晰帶出呢個信息咧，就係最有效嘅扶貧方法咧，都係要解決房屋嘅問題。亦都等於你講喺呢九萬幾個居住環境差嘅家庭裏邊咧，係有唔少小朋友喺度居住。咁所以點樣能夠舒緩到呢啲居住環境差嘅家庭嘅目前嘅情況咧，都係我同我啲同事喺度努力緊。當然最王道嘅做法，梗係增加即係資助房屋嘅供應啦。咁但短期內，正如我喺舊年嘅施政報告講咧，我哋係每一種嘅方法去能夠建設更加多嘅過渡性嘅房屋或者社會性嘅住房咧。我哋都係好願意，咁所以陸陸續續大家都見到咧，有呢啲項目咧係落成，可以租俾呢啲有需要嘅家庭。至於喺現金援助嘅方法咧，我哋係會即將會放寬呢個在職家庭嘅津貼，因為唔少呢啲住喺劏房户嘅家庭其實都係在職嘅，咁希望透過呢個放寬咗嘅在職家庭津貼咧，能夠幫助到呢啲家庭。當然我聽到很多意見話，即係用一個租金津貼，但是羅志光局長都解釋了一個直接的租金津貼咧，恐怕唔受惠的咧，唔係嗰個住客，係嗰個業主。咁所以在呢一方面的工作咧，我哋要非常之謹慎。多謝。柯樂興議員，多謝林太早晨。早晨。林太早晨，你就你上任之前咧，有講過咧個有三座大山啊。咁啊，關於強積金嘅對沖，今日你有一個方案。港鐵咧就雖然你有一個股息補貼嘅政策，但係咧尋日又加咗3% 嘅呢個車費啦。仲有領展嘅問題咧，你係從來未處理過嘅。咁我就想問啦，其實回購領展係咪真係咁難呢？你曾經你話回購領展係相當愚蠢嘅做法，但係當領展去賣場嘅時候，點解政府又唔參與嘅呢？行政長官，請你坐低，歐良軒議員。多謝歐議員啊，俾個機會我澄清呢個所謂三座大山嘅講法。我從來冇喺公開場合講過呢三座大山點樣處理呢三座大山個緣起咧，係一個飯局啊，在座應該有啲。即係議員係記得嘅嚇，咁啊，但無論如何咧，我係明白社會上啊困擾住市民咧，有好多議題，其中有三個議題啦，一個就係公共交通費用高，我哋嘅回應咧就係即將會推出呢個無入息審查嘅公共交通嘅津貼嘅計劃，咁呢個係喺舊年我哋施政報告提出，亦都廣受市民歡迎嘅。喺強積金嗰方面，最困擾住僱員嘅咧係呢個對沖。嘅問題，咁啊呢幾日大家都睇到報章嘅報導，我亦都反覆喺公開嘅場合重申，我係好有決心咧，喺呢一屆政府為我哋嘅僱員勞工界咧係解決呢個強積金對沖嘅問題。換句話説咧，係要取消強積金嘅對沖嘅安排。至於領展嗰個問題咧，就實在係非常之困難，因為我哋都要尊重一個商業嘅社會，尊重呢個私有嘅產權。當如果係領展出售嘅時候，我哋去用政府嘅行為買翻嚟，係咪能夠可以解決到我哋買得幾多個咧嚇？咁所以而家我哋嘅做法咧，就係我已經同意咗咧，由我哋去增加翻公共街市嘅提供，嚟到去滿足市民，特別係基層市民嗰個日常嗰個生活用品嗰個購買嘅機會。特首可唔可以再補充一啲嘅？就因為如果我哋咧唔去做翻一啲適當嘅回購，基本上舊區重建咧好難嚟到去有一個整全嘅做法嘅。因為當我哋可能要重建一啲公屋，但係嗰個商場咧就賣出去啦，或者甚至賣咗俾啲炒家添，荒廢咗啦。咁我哋嗰個重建咧一定係冇辦法整全。呢個第一。
第二呢，我其實一直都是講緊應該是要責成證監會去檢討呢個房地產信託守則，是希望透過修改呢個守則呢，是限制呢啲咁嘅基金是肆意咁去賤賣我哋嘅公屋商場。咁我想問政府可唔可以喺呢方面作出一些研究，例如話去做返個報告，睇下當中嘅影響，然後再促成佢哋嚟到去修改條例。唔該。陸仲雄議員。主席，工聯會一直都很關注房屋的短缺和輪候，公屋輪候時間已經越來越長，最少 4.7 年了，主席。還有居屋的售價已經過萬元了，已經。我們工聯會一直都是爭取租津、租管、物業空置稅三管齊下的。最近政府就放風會研究物業空置稅，針對一些發展商囤積居奇、擠牙膏式的釋售，我們表示歡迎的。但同時間呢，剛才行政長官呢答咧租津嗰方面咧，我表示非常之失望，因為政府咧冇從一個解決問題嘅角度嚇，淨係覺得哇咁又唔得，咁又唔得。如果租津你認為係會即係可能影響嗰個租金，點解唔做埋租金管制咧？做埋租管，咁咪唔會令到啲租金越嚟越貴咯？咁係咪能夠幫助到啲基層咧？我希望行政長官咧，即係租金管制、租務管制呢方面咧，能夠重新展開研究同推動。行政長官，陸議員本屆政府咧係希望能夠展現到俾市民睇到我哋有迎難而上嘅精神，但每一項嘅政策嘅措施，每一項嘅政策決定咧，都係要好審慎，因為會帶嚟後遺症。我相信你講翻十幾年前有官員喺呢個會議廳裏面，如果係講即係出售公屋嘅商業嘅物業，即係今日成立咗嘅領展啦，都有一大串嘅理由點解要咁樣做。但是今日就產生了很多的後遺症，包括剛才歐議員所說的，現在重建將會是一個有困難的問題來的。所以如果你不能夠同意或者接受我的解說，這個正正是由於我們要全面來去審視，如果做租管呢，恐怕連可以出租的單位呢都會減少。所以在整體香港的樓房不足的情況之下，這個保持到有樓宇的單位可以用來出租，都是一個我們需要考慮的因素。主席，行政長官的答法令人失望，就是他拿了另外一件事來轉移了視線，是不是？我現在問你租管的問題，希望你認真研究。另一方面，租管你不肯做了，立法禁止炒水炒電，可以了吧？炒水炒電是即是一種雙重的暴利，可不可以幫助啲基層，特別是劏房嗰啲咧？嗱，政府答咗我個炒電嗰個立法禁止炒電就唔得啦，政府自己立翻嚟做咯，一係好唔好啊？呢樣我諗就係直接幫助到啲劏房户啦。行政長官，我可以同啊陸議員講咧，喺房屋問題裏邊咧，真係我哋嘅重中之重啊，所以我哋係會好認真咁去研究所有能夠舒緩到目前香港的市民，特別是基層市民在房屋方面承受的壓力。范國威議員。行政長官，譚耀宗就說民主派叫結束一黨專政是犯了政治禁忌，不少市民就想請我問你，到底你知不知道譚耀宗的言論其實是違反了中國憲法裡面的精神？不過我知道行政長官你呢是答不到什麼是中國憲法精神裏面的四大堅持和多黨合作制，所以我要問你的問題是更加多市民希望我問你的，就是關於財政預算案還錢這份不能夠體現與民共享而且是還富於富的財政預算案。民調說得很清楚了，就是市民對財政預算案的反應非常負面，評分呢是得 40.9 分，亦都導致你閣下的民望淨值是創了上任以來的新低，是得 56.8 分。所以在輿論、在民主派政黨的施壓之下，陳茂波局長就推出了這個補獲十圍的選擇性還錢4000元。大哥，還錢的方式又很複雜啦，又要審核啦，又要審查啦，行政費用又高昂啦，一年半之後都不知道還拿不拿到。所以
行政長官，我想問你，既然政府現在仍然制定這個還錢4000元的細節，仍然有待公布，行政長官你會不會藉此機會去撥亂反正，將1380億的財政盈餘有一半是放在長遠規劃，例如是公共醫療、全民退保又或者是房屋，而另一半就是全民還錢8000至10000元呢？行政長官，我記得財政司司長在介紹他今年度的財政預算案的時候，已經將今年預計的財政盈餘，你剛才說的1380億呢，是已經分配好的了，既是有投資未來，亦都有關愛共享，亦都在我的去年首份施政報告提出的措施之上呢，再額外的投入。譬如以教育新資源來說呢，我們本來的承諾就是50億元的教育新資源的經常性開支，但是先是已經是撥了36億元做各樣的項目之後，財政司司長也都配合我和教育局局長的考慮，再給多我們20億元的教育新資源。換句話說，現在未分配的還有34億元的教育新資源。我舉這個例子就是想告訴范議員，我們是不會囤積這些屬於市民的財政的資源，我們盡量都是給回市民，但給的時候都要考慮香港的長遠發展的需要。香港有些地方是需要我們大力投資，包括在教育方面的投資，在醫療基建方面的投資，在安老服務的投資。多謝。鍾國斌議員，特首，你上次在答問大會就曾經提過這個強積金對沖，你希望就可以有個方案令到勞資雙方都可以有個共識。但是坊間最近這兩天流出來的方案就偏幫勞工界，商界呢就絕對不能接受。我相信呢，即係勞資雙方呢最終都希望一個呢係長久永遠可以解決呢個問題嘅方案，而唔係一個呢過渡性10年12年後呢、這個問題仲喺度喎，冇解決到呢個問題。而冇解決呢個問題呢，對香港或者個和諧社會呢絕對不利。咁我問一問特首，個方案而家政府未拎出嚟，是不是可以一個永久解決的方案，而不是一個過渡方案？行政長官，我們一直在強積金對沖這個議題上呢，都是希望找到一個長久永遠的方案啦。所以剛才鍾議員提的那個呢，就什麼12年啊那些呢，就只是這個方案裡面其中一個的設計的元素而已。我們認為呢，它是一個可以長久解決了這個強積金對沖的議題。不過我不知道鍾議員你有沒有掌握一些數字呢，今天即使有強積金對沖的安排，不少的僱主在處理法定的遣散費和長服金的時候，他都不是全部100%靠強積金來對沖的，他是要自己企業再拿錢出來才能夠滿足到他法定的要求。所以如果一個方案即一定是需要100%，不需要僱主自己再當他要遣散或者要給長服金的時候，由另外的第三者或者某一種的基金來給，這個其實跟今天的做法是有所偏差的。所以我希望鍾議員明白，就我們是很有決心希望找到一個勞資雙方都能夠接受的方案，但是這件事是不應該再拖下去了，因為已經拖了很多年。我自己覺得呢，今屆政府是有能力有這個政治的決心可以解決這個問題，所以就稍後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呢會和相關的持份者去介紹這個初步我們現在看到可以長久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案的細節。鍾國斌議員，特首，商界願意給多一個%出來呢，就是希望可以永久解決這個問題。至於是不是說全部由某一個基金提款拎了出來的話呢，這個絕對可以商量，亦不是說商界死固固地就說我供了款之後，我就要將所有的問題就搬了到個基金度。但是一直以往勞福局是沒有跟商界探討過任何的方案，到現時為止你可以問任何商界，他都沒跟勞福局傾過偈。請你坐下。溫兆堅議員，對席。行政長官，
你日前在一個扶貧高峰會發表言論，就說環保人士代海出聲，反對填海，希望他們都考慮一下住在不適切住房、環境惡劣的劏房兒童不懂發聲，他們的住屋權利都需要人來幫助的。而且你強調政府正是千方百計為這些基層家庭帶來曙光，但很奇怪，為何特首你要將環保或者謹慎填海和劏房兒童的住屋權利刻意對立呢？為何你又不將年賺過億元，只是交過一次性象徵性1000元地價，實實在在佔用了172公頃，亦都即將在2020年到期的粉嶺高爾夫球場用地和劏房兒童的住屋權利對立呢？要做比較呢？主席，我想問特首，你認為富人俱樂部多一個球場打球重要一點，還是基層市民住屋需要重要一點？你會不會願意做出一個果斷決定，真真正正好像你這樣說，千方百計為基層兒童的家庭帶來曙光？行政長官，首先呢，就我希望大家有時聽我的發言，看我的發言稿，要看得詳細一點。我當然不是針對環保的團體，我只是說呢，我首先要解釋，在今天要再進一步做扶貧的工作呢，房屋的介入呢是至為重要，因為這些是從數據顯示呢，往往房屋的介入呢比現金援助介入呢是更加有效來到去減低貧窮的情況。所以我只是在希望我的發言呢會引發到更加多當時在座的福利的團體呢去關心這個房屋供應的問題，所以我並不是說針對性地就說反對填海的人一定是錯，所以希望大家這個點理解。在房屋供應裏面是要多元的，事實上我知道稍後將會進行公眾參與的房屋土地供應專責小組會列出10多項的選項，無論是填海啊，或者是郊野公園啊，這些私人遊樂場的地的契約呢，都是屬於這個多元土地供應要被諮詢的內容。我想不如直接啲問啦，其實政府根據現有的私人遊樂場地契的機制呢，其實可以在2019年8月或之前呢通知粉嶺高爾夫球場在2020年8月呢就收回這172公頃。我想問特首，你會不會為了28萬輪候冊的市民以及20-30萬劏房兒童的家庭做出果斷決定收回這個場？行政長官，我希望尹員都不要將某一個界別和另一個界別呢對立起來，但是我已經解釋了我沒有這樣的取態，不過即是你們有這樣的演繹我都沒有辦法，但是在現在的工作呢，我們正是在幾方面都要進行諮詢，聆聽社會的意見。吳永嘉議員，多謝主席。我都是跟進取消強積金對沖這個方案，其實在個舊方案裏面呢，我看到是79億的出資政府，現在政府可能承諾出資172億，這個是一個進步。但是呢，在舊的方案的時候呢，政府是要補貼10年，跟住呢就建議將那個上限由月薪的32000變了一半，跟住上限可能39000變了20000，大概是這樣。但是在這個基礎上面呢，商界提出，如果這樣，不如我們做一個長久性的解決，我們商界願意可能供多1%供款，咁以解決長遠嘅呢個強積金對沖。咁但係出嚟而家放風嘅方案呢，就係政府係加咗碼，但係佢又唔，你哋又唔將個32變咗一半，亦都唔將39000變做20000，但係商界仍然喺加咗碼嘅情況之下呢，仍然要供多1%喎。咁我就真係完全唔理解，咁亦都喺呢個放風嘅方案出咗嚟之前呢，其實根本商界冇被諮詢過嘅。咁我唔知點解政府要咁樣對商界。咁普遍商界認為呢個方案呢係得幾個字嘅啫，衰過做仔嗰陣。咁我想問一下，政府會唔會喺承諾喺未來將會制定一啲細節嘅時候呢，係多啲諮詢商界嘅意見呢？多謝主席。行政長官，吳議員，首先我必須要澄清，政府沒有就住強積金對沖方案的最新想法做過任何的放風工作，所以這個必須要澄清。因為如果你說我們故意放風，這個就不是本屆政府我會認同的管治的手法。